What's up？ 你在看 This RBL， 我是你的主持人 Dallas Waldo， make some noise， top hey。Hey yo, this is Drake for us on YouTube, Facebook and Yoku. When I said this, you said RBL. This? RBL! This? RBL! Oh wait, and shout out to my man. Of the world. Les parachutes se déploient, je te vois, même en chinois, on se met bien. Ok, let's go. 其实我们要 shout out 一下，就是所有的国际 rap battle 联盟，因为就是 KOTD、Don't Flop 这些联盟，就是我们从那边汲取灵感，所以你们可以多看一下，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没关系。可是这个 battle 也有 Descent Clothing 赞助，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你是谁？ Yo， 孩子王春燕。大家，这是 MC Double A K 八八男。大家都知道，跟我 battle 前最好准备遗书。哎，怎么来一个脆笛书？你造型像是喜憨儿，别整天拿你的小春燕烤，还是做你该做的，回家烤面包。你每天一直烤，你也不会变成小春。如果你面包烤好一点，还可以当个五宝春。我不想跟他计较了，就算我们之前有多少恩怨，但拜托大家顺手捐发票救救王春燕。孩子王，你已经无法撤退，因为我最喜欢屠杀可悲的孩子，让他们无家可归。所以你跑去睡中山堂，你以为自己多浪漫，但经过的小朋友都说，哎，妈，为什么那边有流浪汉？你们一群拉沙 boy 不在沙发睡，你妈妈被你气炸，说你这个瞎咖最好去学 MC 八八 boy。我管你想走日系街头还是文青风，我轻松轰爆你，像是台湾巨炮陈金峰。OK，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欢迎来到 This RBL 第二站，我是主持人春燕。欣赏完刚刚这场闹剧，容我再次为大家介绍台大西研社长八八男。他是个大宅男，而且怕麻烦够可怜。我听过他的一首歌叫《自己解决》，他真的超 hiphop， 希望他的偶像不是志玲姐姐。哎呦，玩弄三运，再快把你的士气展现我的武力，让你输到六鸟，实在是有够掉漆。八八男的救星，请叫我恐怖医生。这场 battle 我拿你开刀，希望你不会在这场手术牺牲。要要干！好，收到。加油！加油！加油！干！我后面还有很多，不要这样。加油！加油！加油！好吧，我只能想最后一句了。好，结束，干！别再呛我，都自己解决。我他妈上次干的妹他妈是你姐姐。你饶舌那么久，你还算是我的前辈，但你现在实力只能当我的垫背。你系什么最大的冠军腰带？哼，你 Mastery 三第一轮就被淘汰。也许这经验对你来说真的蛮痛。因为我在台上表演，你只能在台下当观众，这透露你很弱的讯息。因为这比赛连 MC 神经病都晋级。当我开口，大家叫我 Punchline 的制造机，而你废话太多，像是一只饲料机。你内容空洞，满脑子浆糊，
孩子跟别人说我是孩子王，我以为你是胖虎。饶舌明星从熊仔变春燕，你还想当风云人物？但今天 battle 完，我帮你送进坟墓。你的墓碑上刻着 RIP 王春燕，生前无大志，在巷口卖阳春面。要要要要！他以为他的烂歌词，哎，不要不要！要你想跟我制造牛肉，我不如去吃贵族世家，你知道吗？你的烂歌词连贵族听的都想自杀。要干哦，可以让我看一下下就好吗？看第一，所以加油。我快重比上比上了，对不起。再看一下。那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一场，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准备好，对不起，我们可以重新再一场吗？好，不好意思，我都讲完。你先好不好？拜托，你先。我要第三段。第一轮，没有哦。你要再笑一次哦。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跟我 battle 前阵，我们不是从头开始。哦，第三段，对。什么自然组的榜首？你根本讨呛，文化大学，哼，我学测少考两科，我都能考上。你说你是台北滑板少年。但在我眼里，你只是整天游手好闲，从饶舌、涂鸦到滑板，你都有涉猎。但你想靠这赚钱吗？抱歉，这无法应用在这社会。未来的孩子在哪里？你还想控制未来？但抱歉，这社会不重视废材。而且我知道你的状况真的有点棘手，你玩滑板玩到没时间陪女友，她马子叫曾玉雅，她上次跑来跟我说。爸爸奶哥，拜托跟我生育吧！你马子想跟你分手，别乱听借口。其实他讲了那么多，就是因为我。我只能说，陪伴在爱情中真的太必要。所以 ，sorry， 表弟，抱歉让你戴绿帽。要不要再拿女朋友烂梗来求我？我告诉你，我看我女朋友上个礼拜才刚分手。要你想要胡巴掌，但你没呼到。你这只猪大肠，看你的咸猪脚。这个宅肥吃再多也填不饱，把你的钱顾好，都已经当上社长，歌词还写不好。要看我 battle， 你只能当对比。没有异性的大学生只能躲在棉被里，他总是拿台大系的字来当背景。我准备了这本书要来安慰你。送你没几首作品，没有重击的押韵，就像过季的凤梨。产品滞销，你不知道，回家吃草，你该吃药。送你死校当助教，作品迟交，你自找。要大家有看过他喝酒耍白痴的影片吗？想看的人可以到他 Facebook follow， 看他边哭边发抖，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我是个杀手，但是今天不杀你，因为我只杀人不杀狗。Fuck！ 要这只小狗以为它是英雄，能够讨伐我。我告诉你，你只是坨屎被冲进我头上的这顶小马桶。不要再把你喜欢的女生当女神。那些女生只爱跟帅哥聊天，会把你当对象，是因为把你当女人。嗨，耶！等一下，如果准备第三段，我可以让我唱完第三段吗？拜托，我现在心情超差。熟练的评分标准。好 ，OK。要之前有个网友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现在来回答他。有人问我，同样都是唱饶舌，你我之间究竟有何不同？我只能说，同样都是唱饶舌，但是偏偏有人不红。要
哟，台大西研社出的都是千里马，除了你爱打新手，这个蠢社长缺乏领导能力，从来没有反省过。你上课对着一群好马说狗话，竟然希望马听懂，你简直懦弱无能，像是台大西研社里的马英九。要 ，OK。最后我要跟大家说我的故事，我不太呛你了，请仔细听好。要，请叫我饶舌圈的新鲜人，我不止今天能。呀，请叫我饶舌圈的新鲜人，我不止今天能干掉所有竞争者，我天赋异禀，不止进我还要进天神，我上门纪念册不止进号微弱，还能进颜色，和饶舌歌手一起分高下。和导师歌手一起分高下，打开房门发现你正掏枪，你正掏枪，发现你更交加，我的 flow so sick 还是快逃家，我甚至看涨，饶舌圈战场，你的慢反应，而我已经换挡 ，stop。要、看到吗？这就是我和他程度上的差别。饶舌就像是逆水行舟，如果你不努力，五年后整着替我擦鞋。要 ，this RBL 只是一个舞台，我干掉这些饶舌歌手，跪下的就像是玩骨牌。我用我的天赋和押韵，我用我的天赋和押韵帮这些烂 MC 做头七。最后有一件事情让我真的很生气 ，this RBL 真他妈瞎了狗眼，为什么我不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那我对不起大家，不好意思，我一直忘词。哎，我这一票是给巴巴男，他每一拳都是重拳。可是我特别要提一下，春燕他对这场 RBL 的比赛，虽然他忘词忘了很多，可是最后一段他的加赛，我看到他的热情和 passion， 我觉得非常棒。对，再给春燕一个 respect 的掌声，好不好？就是其实不是一直都顺利的，中间倒不代表你最后会输，所以就是中间紧张啊什么的，就等一下还有参赛者的话，中间紧张啊什么，你就是之后啦，就大家可以站起来。但是这一局的完整度当然就是巴巴男了。以攻击力道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说两边歌词，我觉得各有千秋，因为攻击的方向都不同，然后风格也是。都是以他们各自的风格 来做一个攻击的基准。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春燕，他如果歌词是有很完整就一直流畅出来的话，我相信这场会让我非常难评分的部分。但是如果说以刚刚表现来讲的话，我还是投给巴巴男。